心儿在家，记得将它慢慢烤化，看我一手荆州烧烤，好吃且麻辣。是否依然把家丝丝牵挂，可你已经回不去了，掏心掏肺还得抽血，嘎腰满天呐。那里飞过种子曾经，那里工作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挑人挑尽的回忆。你说真心就能骗人偷渡，美色可以拉人豪赌，为何你的眼神还有被不识的落寞？飞途总是曾经，那里生活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发誓篇的秘密。或许我不敢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神的渴望超出了界限，只能跟着你干这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良心的谴责该如何才能解脱。因为我们在已经通过很多渠道啊，或者是被抓的，就是做这个宣传，但是我们这个感觉这个力度还不够彻底。我们应该让人了解缅甸是什么样的，缅甸北部它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你也知道这个电信诈骗，这个骗过去的偷信什么的，它都是一串家人骗家人这样的，朋友骗朋友过去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烤化，看我一手荆州烧烤，好吃且麻辣。是否依然把家丝丝牵挂，可你已经回不去了。掏心掏肺还得抽血，把腰儿卖钱呐。我现在在黄龙江黄土啊，那里飞渡总是曾经，那里生活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发誓篇的秘密。Hello， 中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中国的朋友来网漫游网。我们这里学中文识汉字用的也是人民币，你吃住这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生的渴望超出了界限，只能跟着你干这一切。应该是我不敢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良心的谴责该如何才能解脱。或许我不敢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神的渴望超出了界限，只能跟着你干这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良心的谴责该如何才能解脱。可以啊，我觉得你这样，我咱们这蒙面的叫蒙面区啊，他后面有带一百块的出来，需要游泳国家，他是里面是一个赌场，然后他第二天就帮我买到一个矿上去了，直接第二天回枪喊我们，待了两个多月，每天都是就像困难啊、办事啊的，用沙子，就是平常最慢的一直打，还有就是突然的，他就把你就是在那面前那个枪手枪打，那种很恐怖，比看电视的恐怖点。在想回家的中国同胞们都可以从邦康对面的孟连口岸回家了，
没有证件呢可以去自首，然后隔离。